我们所在的星球虽然叫地球，但是表面却主要由水覆盖。水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和大自然里的万事万物。水是粮食、财富、能源、生命。尽管有人觉得水取之不尽，很多人却身处缺水困境。珍惜水，促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水是粮食之本。